下。那他们也只换了一名球员。三分外线，林俊杰勇敢的拔起19，但刚才这记外线肯定对他的信心来说有帮助。在空中再拉一杆的出手也弹进，连得五分，在暂停回来之后。声东击西，早就就定位在底角的是林俊杰，肯定没机会。再给底角的阿吉，阿吉的外线出现在两边的底角啊！哇，就三分外线，阿吉球传进。钱可尼、林志杰跟得非常的快，这是一个扩大的人力人，切入到禁区的阿吉，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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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倒梦想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啊！真的，林俊杰拉杆 ，and one。